哎，严秘书，我想当爸爸了。哎，我兄弟说我这辈子都当不了爸爸，我不咽不下这口气。严秘书，你得帮帮我。现在吗？哎，你要是觉得麻烦就算了。哎，不是，就是这种事儿，我觉得咱俩得准备准备。把烟拿出来。不是，什么意思？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戒烟、戒酒、戒熬夜。啊？既然你都决定了，就必须得这么做，对你对我都好。哎，什么什么？开饭了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能吃这个呢？那我吃什么？现在开始饮食也要讲究啊，垃圾食品不能吃，这个可乐更不能喝了。那我吃什么？哎，等我一下。我去给你准备一下。不是，喂。以后你能不能？不是，谁大中午的吃这些东西啊？既然你都决定了，就必须得这么做啊，对你对我多好。哎，行了。Later。走啊，去你家吧。不是，去我家干嘛呀？你不是说想当爸爸吗？那也不能去我家，我家破破烂烂的，算什么样子？房子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懂，我这个人吧，讲究氛围，氛围不好影响我发挥。你不是要重新装修吗？那我哪有钱啊？我可以借你啊，你以后再还我。那不行，严秘书，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啊？那有什么的？啊？啥？没有。知道一个很有氛围的地方，我带你去。啊？什么？来，坐。让我来这儿干嘛？我看别人都是来包间啊。这里安静，没有人打扰我们。第一次来的吗？我得做一下心理准备。哎，做什么心理准备？真是，赶紧的，开机上号了。那个祖安区，别上错了。我就不信了，有人陪练，我这手亚索不能打了，他叫爸爸。严秘书，这把我要是输了，我给你打扫一个月的卫生。真的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那干脆玩把大的，这把我要输了，我教你学日语。啊！我学那玩意儿干嘛？别管了，赶紧出牌吧。行吧。哟，也不知道牌呢。顺子五六七八九。我也要不起。不是，你这怎么要不起？王炸怎么不起？说了我要不起。还有呢，你这还有那？我要不起。干嘛？不是，你这牌你告诉我他怎么赢？四个尖。我。很硬啊。要不起。这还剩最后一张。谁让你上班时间打牌的？罚200，出去工作。他不是也在打吗？他是我助理，陪我消遣是他的工作。你赶紧去。我，严秘书，到你出牌了。1.5。啊？不是，怎么打个牌你还玩赖呢？我这不是为了让你赢吗？我要公平竞争。晚点陪你吧。晚点什么意思？你收拾下行李吧。待会儿给我出完差，明天回来。不是，明天不是周六吗？怎么一到周末你就给我安排工作啊？你是我助理啊，贴身助理。Later。不是，这天也不热，你吃冰淇淋干嘛？你管我，我今天可以吃。行吧，你待会儿告诉你，别给我喊肚子疼啊，系安全带出发了。那等一下。啊？你车上有纸吗？这你的车，我怎么知道有没有纸啊？好像没有。那怎么办？哎，你把手拿过来，就完事儿了，走吧。你干嘛？不是你让我给你弄干净了吗？这没纸，只能这样了呀。走吧啊！哎，你等一下。啊？还有纸巾吗？哎，严秘书，能不能预支一个月工资？干嘛？我想请前台小姐姐吃个饭，这不是还没发工资吗？囊中羞涩。你干嘛无缘无故请她吃饭？哎，他对我嬉笑，哎，我最喜欢爱笑的女孩了。我有个朋友也特别爱笑，主要身材特别好，要不你跟他吃个饭？真的假的？那在哪吃？要不就在我家吧，我家安静，放心，我不打扰你了。懂事。Later。哎呦，我觉得我有点紧张。紧张什么？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哎呀，你不懂，我就喜欢那个爱笑的女生，她看不上我怎么办？哎呀，你放心好了，她肯定喜欢你这一块，这下不紧张了吧？不行，还是紧张。就在这种私密环境下，还有第三个人看着，我还是不太习惯。那我走。哎，不用，你是媒人，你还是留下吧。哇，我陪你玩会儿。
来了。阿姨。景浩，你也在？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生日？你不是说要给我介绍爱笑的女生吗？怎么是你妈呀？没错啊。他看到你不就开心的笑了吗？我都怪你坏了我好事，不然我现在跟芹菜小姐姐吃烛光晚餐呢。哎呀，我要是不这么做，你能来吗？今天是我妈生日，你作为我的假男朋友，就一个任务，让她开心。预支工资的事呢，我帮你搞定。来都来了，开心是吧？我今天一次给你办到位。来妈，今天多吃点，生日快乐。你刚叫我什么？妈呀！来来来，这个你收下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改口费啊，我都等好久了。啊！来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小白。啊！红包给我。我不给，这是我的改口费。你一个假男朋友，收了哪子改口费啊？那我也不给，哪有改口费往回要的？那我也要改口费。啊？宝贝。老公，改口费是要叫到人家满意的称呼才会给的，你这都不行、啊。